大帅，讲句说话要算数。我算数，三枪都打佢哋唔死，我放晒金家所有人，同埋呢个反骨仔。契爷，唔好嗌我契爷，由而家开始，你唔喺高富帅，做翻你嘅弟弟嚟。我同你已经恩断义绝。 先喺入边讲得好清楚啦！你以后唔好再叫我契爷啊！日后你系龙系蛇与我无关，你孔自为之。朱府尹，近墨者黑，呢个军阀唔系好人嚟噶，佢利用你噶咋？我条命系契爷嘅，冇佢，我冇今日。 想当日俾人押刑场嗰阵，我惊嘢企劍到我面前，我就遇到常胜班人劫狼，我先冇一条烂命。我以为自己死硬，点知天有眼，我命不该绝，常胜班兄弟嚟劫刑场。喂喂喂喂，系咁先啊，我未有期啊，快走啊！我一路跑一路跑，一路同自己讲唔可以死，唔可以死。 最后都唔知跑咗几耐，又唔知跑咗几远。喺我就快饿死之际，居然俾我发现胡埋大帅招募新兵。我走投无路，唯有去当兵。 憎恨过去，于是乎改名换姓，叫自己做高超，同一班鬼五马六嘅人一齐接受特种训练。长官。 真系辛苦你啦，比在系我一定受唔住，早就三只红绫吊颈屎咯。你冇死，点解唔翻嚟揾我啊？系咯，就算你而家人唔翻嚟啊，都帮人带个口信俾小莲啊嘛。我打探到你嫁俾金昌，我万念俱灰，连仅有嘅希望都冇埋，于是乎我改成埋命，谂住忘记晒以前嘅嘢。
都系个天要欺弄我哋，我怪错你，我怪错晒大家，对唔住。嘿嘿，咪咁啦，一日都系个幕后黑手，其实自从别都走咗之后咧，我哋一直揾紧佢噶，但系真系一路都冇人见过佢，佢连印度都冇翻过去。我怕别都已经被灭口啊，我谂亦都唔明，我几紧要啫。 点会有人铺天盖地咁嚟害死我啊？自从你枪毙之后咧，就变得风平浪静啦，所以我哋更加肯定啊，嗰个人咧系有对付你，唔系对付金福龙。但系最终啊，都系无迹可寻。要俾我搵到个搞事棍嘅话，我一定要佢不得好死。你大难不死啊，系个天要你翻嚟报仇噶。我要佢千刀万剐。我真冇想佢饮下。外父外母，你哋喺度嘅，昌爷。 昌爷，晋升啊！而家雨过天青噶啦，以后咧会有好日子过噶啦。我哋将阿莲两母女咧交翻俾你。昌爷，要你帮我照顾死你两母女，仲要你受我夸下之辱。我真系罪该万死，你先系真英雄眼汉子，我唔系人，你受我一拜。唔好，我欠你太多啦，你俾我跪，你咁我于心有愧噶。你再跪我嘅话，我更加唔安乐噶啦。 我只不过做翻要做嘅嘢啫。唉，算啦算啦，唔好理怪我，我怪你啦。大家心照就得咯。昌爷，我求你件事啊，我求你继续照顾死你两母女。点解啊？系咯，咁难得先至破镜重圆，小莲为咗你啊，喊湿咗几个枕头啊！你要珍惜眼前人啊！我而家行晚翻都唔知，小莲跟住我，咪斩累咗佢。我够有骨枯症咯。 我都唔想连累你噶，咁既然累斗累咯，大家就捉住大家只手唔好放啦，好冇？咁又何苦咧？系咯，两位千祈唔好讲啲晦气嘅说话，人咧一定要向前望，啊，唔好咁灰心。俊成啊，以后啲事咧，以后慢慢再倾啦。小莲一定要好啲照顾俊成啦，啊！ 命大黑死牛魔王啊！俊生冇死咧，我哋可以赦罪啦。俊生虽然而家冇事，但我个心咧仲系揦住揦住咁啊！人在做，天在看，要心安理得就要补偿过失，要补偿就等同认错。认错咪就要将成件事都讲晒出嚟，咁到时我颜面何存啊？点样面对江东父老啊？喺呢两面前，我点样以身作则啊？ 老婆，我真系好矛盾啊！老公啊，不如当粉笔字咁样抹咗佢咯。系咯，当佢不了了之啦。嘉怡、依伦，你哋喺度就啱啦，跟我嚟，咁啊！你而家睇紧嘅 TVB USA 官方频道，想睇更多 TVB 精彩嘅节目片段，就快啲揿埋下边呢一个钟仔订阅啦！